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在总政歌舞团的时候，是你先去的对吧？对，我先去的。对，他去了之后，你会不会给他讲讲啊？团里边什么时候要开会呀、啊？什么时候要穿军装啊什么的？有，总在说。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友情，他可能忘掉了，他对我的信任和喜欢，应该就是在一个晚会当中，我们两个同唱一首歌。没忘。然后他那个时候因为刚刚穿军装，我们都穿的齐头裙嘛，他在那边，我站在这边，然后他呢穿这种裙习惯就很松，这样站着唱。黄梅戏。一点点吧，一点点。哎，咱来一个合作一个吧。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露水青山白笑颜。你等天来，我织布，我浇水来，我浇园。出身的来评价一下，唱特别好，但是跟祖海唱还差距还是有的，没有对，还挺好的。这个我刚才王老师祖海有差距，我在主持人里面唱的是最好的，我一点不觉得难受。你只要说我比汪正正唱的好就行了。哟，汪正正是谁呀、啊？我都不认识，想不起来。我的心里只有你。你小心汪正正马上出来的二号门。对呀、啊，其实我想呢，就人的一生中啊，有很多的朋友，你们两个也算是并肩走了一段，对吧？是。你们同事几年呀？5年。也就是说，之前在那儿一起当兵的时候，一起经常下去演出、哦。下部队经常下部队，这是我们的任务嘛？对，也是我们的光荣使命。那个老有人点我唱我是谁，为了谁为了谁、我最烦了，我说我就很生气，我说我不会唱这个歌。那你唱一个嘛，祖海唱可好了，非让我唱一个。我说我不会唱。那你也不能弄成你是谁啊。对啊，我还说怎么又有新歌了。为了谁后来我就跟祖海说，哎，要你把那歌教教我吧，我说要不下不对了，让我唱这个歌。